传说织女是玉皇大帝的孙女，她虽然能用一双纤纤巧手在天空中织出五彩缤纷的云霞，但是每天孤独寂寞，心中非常不快乐。终于有一天，她私自下凡来到了人间，嫁给了忠厚老实的牛郎为妻，但是她的行为却违反了天规，于是天上人间又出现了一个爱情悲剧。一直到现在，牛郎星和织女星还在银河两岸遥遥相望着。传说只有到了每年阴历的七月初七，他们才能可以相聚一个夜晚。千百年来，在中国各地，各种不同的戏曲都在演绎着不同版本的牛郎织女传说，而牛郎织女的形象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那么牛郎和织女最初的原型是什么呢？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又是怎样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发展变化的？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天仙配的故事和牛郎织女的传说又有什么关系呢？请听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继续为我们讲中国四大爱情传奇之牛郎织女传奇上集，织女下凡。我们今天讲牛郎织女，先说一段地方戏的唱词。唱词是这样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从今不再受那蝼蚁苦，夫妻双双把家还。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这一段唱词，我想大家马上就会说出来，这出自黄梅戏《天仙配》。那么《天仙配》这个传说从哪儿来的？我这说到一部文献，这部文献呢就是出自东晋的时候有一个文人叫做干宝。干宝有一部书叫《搜神记》，在《搜神记》里面有一篇文章就叫什么呢？就叫董永。搜神记里面的董永这一篇文章是怎么样的描述的呢？大概是这样说：董永少家贫，很小的时候家就很贫穷，然后呢母亲很早就去世了，跟父亲在一起过日子。但董永是一个大孝子，对父亲非常的这个行孝。董永做什么工作呢？不是在城里面做工，而是在乡下做农活耕田。董永行孝到什么程度呢？父亲的身体大概不大好，所以董永有的时候出门做活的时候用鹿车，那个时候没有说是牛车，大家要注意哦，这个地方用鹿，就是我们所说的马鹿啊，驯鹿，这个鹿，用鹿拉着车把自己的父亲放在这个鹿车上面，叫鹿车载父。后来父亲去世了，去世之后，这个时候董永非常的贫寒，无力安葬父亲。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当然就要找到这有钱人家。到了有钱人家去之后，这有钱人家说知道这董永行孝，而且是一个贤人。这有钱人说：“我借你10000钱。”董永回家，就这样把自己的父亲就安葬了。安葬完了之后，过了三年，当然是要守孝三年嘛。三年之后他干什么呢？他要向这个善人，当初给他借了10000钱的这个善人去还钱。毫无疑问他是没有无钱可还，这三年里面他也不能够做其他的什么事情，基本上就是在跟父亲守孝。他是准备怎么做呢？准备怎么样的去还钱呢？就是卖身。
这是我们后来所知的天仙配故事里面董永卖身替父还钱的这样的一个传说的一个由来。可是董永走在路上的时候，去到这个善人家里面去还钱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了，一个女子。至于这个女子的来历，在这里我们先暂且不说。这女子说什么呢？说了一句话，大概就是我愿意嫁给你做你的妻子。在黄梅戏《天仙配》中，这位从天而降的女子请老柳树为媒，最终和董永结成了夫妻。夫妻二人一起来到了财主家，贪心的财主为了让董永永远的当他们家的长工，对董永夫妻百般刁难。那么《搜神记》中所记载的董永的故事和《天仙配》是不是一样呢？这跟咱们后来的《天仙配》里面不一样，这个有钱人不是一个为富不仁的有钱人，恰恰相反，是一个真正的大善人。董永带着这个女子到了有钱人家，说我来准备，我卖，把我自己卖给你做长工，然后来还你当初寄给我的借给我的这一部分钱。这善人说不需要，我当初那钱现在我就是等于是赠送给你的，你不需要来，不需要把你卖给我到我家的做长工。哎，这个跟我们后面的故事不一样，这是我所说的东晋干宝的《搜神记》里面的董永这个说法。哎，那董永不这一听这样，这不行，我不能够无缘无故的拿了你10000钱，我一定要还。哎，这个时候有钱人就看到了董永旁边还多了一个女子嘛，就说那你说你们夫妇两个人要在我家里做事儿，那你夫人能做什么？这个时候这女子就说我能织布。一听说这女子能织布，这有钱人就说了一句话，那你能不能够10天给我织100匹说很细很细的这样的一种细布。哎，这个女子说没问题，答应下来了，然后用了10天的时间就把这样的我们所说的一百匹布就织好了。织好了之后当然送给了有钱人，那有钱人感到非常的惊讶，怎么可能在100天时间，就是在10天的时间里面织出这么多而且这么好的布。就在这个时候，他路遇的这样的一个女子，现在已经成为了他妻子的这样一个女子跟他说了，我不是一般人，我是天上的仙女，我天之侄女，元君至孝，天地令我助君偿债耳。我是天上的织女，在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织女跟天地是什么关系？这个地方没有介绍，不是像咱们后来听的《天仙配》里面织女是谁谁谁谁的女儿或者谁谁谁的孙女儿，没有，他只是说我织女，元君至孝，因为你是一个至孝之人，如此的善待自己的父亲，所以以至于你的孝和诚感动了天地，是上帝上天让我命令我到人间来帮助你偿还你所欠的这一笔债的。那么说完了呢，说完了是不是就像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天仙配》的故事里面，那么这个就像我们前面念的这一段唱词里面，夫妻双双逃逸了这个我们所说的牢狱之苦，然后夫妻双双把家还，有这么样一段非常浪漫的而且又很温馨欢快的这样一段路上的这样的经历呢？没有，在干宝的《搜神记》董永这一条里面，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董永的传说，董永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怎么结束的呢？羽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凌空而去当然是飞走的，不知所在。干宝的《搜神记》里面所记载的董永的故事，确确实实讲的就是一个天上的仙女和人间的男子之间的这样的一段故事。在《天仙配》的故事中，有很多情节就来自于《搜神记》中董永的传说。那么这个从天而降的织女在天上是个什么样的神仙？而织女这个形象最初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织女这个形象在中国古代文献当中出现的非常非常早，但是在中国最早的一些文献里面出现的织女这个形象并不是一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并不是一个仙女，它只是指的一个星星，一颗星星。你比如说我跟大家说几份文献，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大旦下小镇，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天象龙氏的这样一部文献里面，他曾经在下小镇这个400多字的这一份文献里面就有3处提到织女这个名字，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处，织女心灵也。什么意思？织女是天上的星星的名字，不是什么仙女，也没有到人间来。第二处他说7月初婚，织女正东乡。七月的时候，织女这一颗星出现在正东方，也没有说织女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天上的仙女，是一个会织彩衣的、会织云锦的这样的一个女子，没说，更没有说织女还和什么我们后来所说的天帝也罢、玉皇大帝也罢、王母娘娘也罢有什么关系，都没有。还有一份文献，这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史记》。司马迁的《史记》里面有一部分《天官书》，《天官书》是关于中国战国时代的这样的我们所说的天文星象的这样的一部分记载。那么在这里面，司马迁也对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织女星做了解读，他是怎么解读的呢？织女，天女孙也。天女孙也就是天帝上天，我们说玉皇大帝的孙女儿。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就已经把什么呢，就已经把织女和天帝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了，而且还把织女这个星星女性化了，是一个女的，不只是一个星。为什么司马迁这样说呢？他自己有一个解释，他是这样说的：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观草列位。天上的星星也有尊卑的，织女星这一个星，她的职位大家一看身份就很高，是天女孙也，是天帝的孙女儿。那么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牛郎也罢织女也罢跟地面上的人跟凡人发生了关系的呢？我们首先先看有一个文献，这个文献是什么时候的呢？这个文献是汉代的一份文献，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气体凝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古诗十九首里面这一首关于牛郎织女的诗歌，对后来的牛郎织女的民间传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什么巨大呢？第一，牛郎织女不再是天上的我们刚才所说的没有情感没有人性的这样的星辰了，而是有情感有人性的一对情侣了，而且织女的形象也出来了，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勤劳而且呢又很什么呢，又很纯洁的这样的一个女子。可是大家注意哦，直到这里还只是一对情侣，还没有说他们结成了夫妇，情侣和夫妇还是有很远的距离的。那么在古诗十九首之后，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样的一份文献，这份文献里面又是怎么样的
谈到我们所说的牛郎织女关系的。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溪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故羡河流。有意思的是，在曹丕这个阉割行里面，他并没有说为什么牛郎织女被分隔在我们所说的河梁，也就是银河两边，何故他没有说。当然可能曹丕已经知道了，但是在这首诗里面他不告诉我们，他提出来一个疑问，为什么两个人被阻隔在分隔在银河两边呢？牛郎和织女刚刚出现的时候只是天上的两颗星星，但古代民间认为每一颗星就是天上的一位神仙，于是织女星和牛郎星就成为了一对在银河两岸遥遥相望的有情有义的神仙眷侣。那么牛郎星和织女星这对情侣是怎么结成夫妻的？而成为夫妻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又因为犯了什么错误被分隔在银河两岸，每年只能见一次面呢？时间稍微的再晚一点，是南朝的时候，有一部另外的文献叫做什么呢？叫做《荆楚岁时记》。在《荆楚岁时记》里面，把牛郎织女的故事是做了一番这样的展言。这个展言跟我们今天所知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也不一样。他是怎么说的呢？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地之女也。年年织筑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地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牛郎。嫁后遂废之人，天地怒，则令归河东，为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于后。什么意思？就是天帝的女儿或者孙女叫织女，天天在云宫里面织彩衣，非常的劳苦。他的父亲或者他的爷爷天帝怜其独苦，可怜他的这个女儿或者孙女孤独辛苦，然后呢就把她许给了河西的牛郎。可是许配之后发生了怪事儿。什么怪事儿呢？就是大概这一对小青年，一对小情侣，男欢女爱，就忘记了工作了，就不干活了，一天到晚就是大概是卿卿我我，两情相悦。织女就把自己的我们所说的织工也废掉了，不做了。这个时候天帝发怒了，然后想到了处罚的办法。什么样的处罚办法？就把他们两个人分开，分开之后只允许他们一年见一次面。在南朝的时候，《荆楚岁时记》里面记载的牛郎织女的这一段传说的大概的情形。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大家可看这也没有出现地面上的一个被称之为牛郎的这样的一个凡人。牛郎织女的故事或者说传说还是在天上，还是天神之间的传说，还是神话。那么牛郎织女的故事后来为什么会出现天仙配，天上的仙女或者说神女和地上的普通男子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段姻缘故事，并引发出了我们后来所知的牛郎织女的传说。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只是天上神仙之间的爱情传说，但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在民间长久的流传之中开始发生了变化。那么牛郎是怎么变成了一个凡间的男子？织女为什么和牛郎有这段姻缘？这个古老的关于天神之间的爱情传说是怎么开始走入人间的呢？到了清末明初又出现了一个本子，是1910年代左右出现了一个印本。这个印本的这是一部小说，这个小说的名字就叫《牛郎织女》。这个跟咱们后来的天仙配也罢，牛郎织女的这故事也罢，有点像。就是故事先在天上，就是牛郎织女原来在天上就认识，就有过一段姻缘。可是这一段姻缘触怒了谁呢？
触落了瑶池圣母。这个瑶池圣母是管织女的，织女在他这儿上班，就在他的所管下的这个我们所说的云宫里面织彩衣。有一次，牛郎，牛郎的前身，在天上的前身是谁呢？是玉帝身边的十二金童之一。那地位很高啊。他干什么呢？大概有一次到瑶池去做什么事儿？邂逅织女，两人大概是牛郎对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金童对织女有意，然后摘了一朵梅花要送给织女。如果故事直到这里没有什么，还是天上的天神之间一般的关系，不会生发出后来的波澜。关键就在哪儿呢？关键就在这织女当看到金童给她献花的时候，不是她说的话，而她一个动作。她什么动作呢？她笑了。中国古代很多男女之间的我们所说的情爱故事，往后衍生的一个前提都是女子先发笑。我们还有很有名的一个唐白虎点秋香，那就是叫三笑一样。织女笑了之后，就让这个献花的金童产生了误解。当然当初我们说是误解，后来可能织女对世上对金童确实有情有意，这个意是另外一个意思的意。然后金童大概还会生发出了其他的一些举动。当然这个时候你想，瑶池圣母是什么样的神仙，那不会不知道他身边发生的这样一些事儿。然后就是怎么样的要处罚织女，然后就告到天帝那个地方。天帝就开始叫什么呢？叫把金童，他身边的十二金童之一的这个金童给杀头。后来因为太白金星来劝说求情，没有杀头，就把我们所说的这个金童贬到了人间。贬到人间什么地方呢？洛阳府。这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是东汉初年，贬到这洛阳府一户人家里面。金童因和织女产生了爱情而被贬到人间，变成了一个凡人。这个下凡的金童因为父母早逝，哥哥嫂子又对他不好，小小年纪就去放牛，于是就成为了牛郎。牛郎织女的传说发展到这里，就已经不只是发生在天宫中的爱情故事了。因为金童的被贬下凡，故事也发展到了人间，牛郎的名字也开始出现了。那么后来织女会不会下凡到人间来寻找牛郎呢？但是写到这里也没有写这个织女到人间来了，没有。太白金星当初让他到凡间来，给他的时间，修炼的时间也罢，或者说叫做受难的时间也罢，就十三年。十三年满了之后，太白金星和这个天兵，其他天兵又把这个我们所说的金童又带到天上去了。带到天上去干什么？他依然成为了天上的我们所说的神仙。这个时候玉帝知道金童的这样的我们说在人间的这样的一段处罚已经圆满了，结果玉帝在太白金星的劝说之下同意了这我们所说的金童和织女之间的婚姻，然后让两个人就结了婚。可是结了婚之后，就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几份文献里面比较接近的，这小两口可能还在蜜月期间到处旅游，就是在天庭里面到处逛到处跑。天庭里面也有仙山仙水啊，跟我们人间一样嘛，人间有好山好水，那天庭里面也有这个仙山仙水，到处玩到处逛。还在明月期间完全把他的工作给忘掉了，不做事儿了。
管他的顶头上司瑶池圣母，他愤怒了，愤怒了怎么办呢？又跑到玉帝那儿去告状，说这个他们怎么样的把工作都懈怠了，不做工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又要处罚。这个时候玉帝这听上去好像也是经常受到左右人的这种大臣的或者说这种神仙的意见的左右，一听这样，哦，那是不对，怎么能不做工呢？怎么办？分开，把两个人就这样分开了。分开之后当然用什么分开，就用这样一道银河分开。在这里面还没有出现我们后来所知的牛郎织女里面有几个很关键的细节。什么细节？那就是织女要到人间来的，他这没有。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虽然开始从天宫中演绎到了人世间，但是下凡来到人间的只有牛郎，织女却仍然在天上。而后来牛郎织女传说中最重要的一个情节就是织女下凡。那么织女下到凡间的传说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慢慢演变产生的呢？在干宝的搜神记里面有一份文献，这份文献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毛衣女。这是怎么一个故事呢？我读给大家听一听。豫章新余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夫妇往，得妻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既往救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娶一位妇，生三女。妻母后十女问父，之一在极道下，得知一而飞去。这故事地点发生在豫章新余县，地点都有，说得很具体。有一个男子在田里面看到六七个女子，而且都穿的是毛衣。这个毛衣大家不要想象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穿的这个毛衣，这是有毛的这样的一种衣服。然后这个男子悄悄地在地上匍匐着往鸟旁边爬去，爬到旁边去了之后呢，怎么样呢？得到了一件有一个毛衣女脱下来的这样的一件毛衣。得到了之后，他做了什么呢？取而藏之，就把这件毛衣给藏起来了。然后这个男子就站了起来，朝着其他的那些女子走去，就不再是在地上爬了。其他的这样一些毛衣女一看，马上穿上毛衣，就这样就飞走了。只有一其中的有一个，因为毛衣被这个男子收藏起来了，没办法飞走。然后这个男子就把这个女子带回家了，带回家怎么样？结成夫妇了。结成夫妇之后呢，还生下了三个女儿。在这个故事里面，这天上来的这个毛衣女和地上的男子之间有没有爱情，只字未提。感情好不好，合不和睦，也只字未提。只是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三年，三年当中生下了三个孩子。生下了三个孩子之后，这个毛衣女一直就在不断的想弄清楚她的那件毛衣藏在什么地方的，那就是一直想着叫还飞走的上天的。一直到有一天，这个毛衣女让她的女儿去问他的父亲，就是这个时候大概是女儿来问嘛，这个父亲已经放松了警惕心，就把这个藏毛衣的这个地方告诉了他的女儿。那么这个女儿就告诉了，毫无疑问就告诉了自己的母亲，那么原来是把这个毛衣藏在了极道下，极道堆积起来的稻谷稻米下面。那么这个女子就把毛衣取出来之后穿上，重新飞走了。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提醒大家注意，它丝毫没有我们后来的牛郎织女这个传说故事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牛郎和织女之间温情脉脉的夫妻之情，也没有所谓的织女不堪天宫里面的冷清，不堪天宫里面的劳役
来到人间向往人间生活的这样的一种心理也没有。第三，更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我们所知的今天所知的牛郎织女的故事，最后牛郎织女是怎么样的分开的？那是被天上派下来的天兵天将被强制性的押回天庭的。可是我们在这个文献里面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而是这个毛衣女一天到晚都在想着怎么样的重新取回自己的毛衣，离开这个男子。这则故事就是我们所说的干宝搜神记的毛衣女的这则故事，她在牛郎织女的传说当中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把天上的故事往人间引，把天人和人间的人之间要找到一个沟通的一个可能性。也许是受到了毛衣女传说的启发，在后来的牛郎织女传说中，天上的织女终于飞到了人间。大家比较熟悉的黄梅戏《天仙配》，其实就是现代人根据诸多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虽然《天仙配》中的仙女与牛郎织女中的织女十分相似，但是董永却并非是牛郎。那么发展到后来的牛郎织女的传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它和我们大家熟悉的《天仙配》又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就是牛郎织女的传说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大概就是很早很早以前有这么样的一对两兄弟，这兄弟有的说是同父同母，有的说是同父异母。母亲先亡，接着父亲也去世了，家境怎么样呢？也还倒不错，并不是极其的贫寒，不是这样子的。兄弟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的呢？有的说是两兄弟关系很好，有的说两兄弟关系不好。说两兄弟关系不好的原因，一般的不说是哥哥不好，而是什么呢？有哥哥娶了一个嫂子，这个嫂子不大好，这嫂子经常的虐待我们所说的这弟弟。特别是当哥哥兄长出去做工的时候，在外面做工的时候，那嫂子就是更是利用各种机会来虐待这弟弟。弟弟当时还年幼，年龄并不大，一直到后来家庭矛盾激化了，怎么办？那只有分家。当然弟弟也慢慢的长大了嘛，就分家。分家的时候，弟弟好像是非常的自觉，自己只提出来说，我就只要家里面的这一头老牛。弟弟就带着这一头老牛，另外再找了一个地方住了下来，安顿了下来，慢慢的也就在这个地方耕田种地，一点一点积累起来自己的一点点家业，盖了一个小房子，就这样住下来了。日子我们说谈不上富裕，但是呢也还能过。当然有一点毫无疑问，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个弟弟非常的孤独。天仙配中的董永也是孤身一人，他在去财主家当长工的路途中遇到了下凡的七仙女。在牛郎织女的传说中，孤独的牛郎又是怎样遇到织女的呢？牛郎分家时唯一得到的那头老牛又在中间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有一天这头老牛竟然会说话了，对着弟弟说话了。说什么话呢？说某一天你要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呢？碧莲池，就是我们所说的莲花池。在莲花池里面，那一天你会注意到会有一群女子在里面沐浴，俗话说洗澡。你把其中的有一件这个女子的彩衣，你把它藏起来收起来，然后这个女子就会成为你的妻子。这弟弟首先对老牛会跟他说话感到非常的惊奇，当然季之对老牛的话也深信不疑。为什么深信不疑？我们这里不做多的解释。所以到了那一天，这弟弟果然按照老牛所说到了我们所说的碧莲池，
而且确确实实也看到一群女子在水中沐浴。究竟有多少女子在水中沐浴？那不同的传说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三个，有的说是七个，还有说更多的，当然也有说一个的，说法不一样。这弟弟按照老刘所说，就把其中的有一件彩衣，我们所说给留下来了。这个时候，大概是其他的我们所说的女子一看这样的一种状况，穿起自己的彩衣就飞走了。只有这一个彩衣被藏起来的这样一个女子，因为没有衣服穿，无法上岸，只能还留在水中。这个时候，这个弟弟出现了，告诉这个女子说：“你的衣服在我这里。”那女子说：“你赶快把衣服还给我。”这个弟弟说：“我不能还给你，我只能把我自己的衣服给你穿，否则的话，你穿上你的衣服，你就飞走了。”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我们所说这个女子就被留下来了。这是我们所说的现代版的牛郎织女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就是牛郎和织女怎么相遇。至于牛郎和织女成亲之后，两个人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他们到底是像我们前面提到那样男欢女爱，废掉了忘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还是经常的吵闹，还是一点感情都没有，还是牛郎提防着织女，织女提防着牛郎，或者说织女一天到晚都还想着怎么样的把自己的神秘的彩衣再重新取回来，然后跟牛郎说拜拜，然后自己再重新飞回到天庭里面去，究竟是情况怎么样，我们在下面一讲里面再接着分析。谢谢大家。牛郎在老牛的和天上下凡的织女结成了夫妻，他们男耕女织，生儿育女，过着幸福的生活。然而仅仅过了三年，这一对恩爱夫妻就被强行拆散了。那么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牛郎和织女被谁分隔在了银河两岸？又为什么只能在阴历的七月初七才可以相会一次呢？请听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继续为我们讲中国四大爱情传奇之牛郎织女传奇下集，鹊桥相会。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第10套节目《科学教育频道》。